来看一下，有一些中国网民想说，这个习近平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去 APEC 哈？你去网络搜寻会发现，为什么找不到 APEC 这个领袖会议大合照的一个最后这一张照片？为什么？但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我也在找习近平啊！习近平不是有说去 APEC 吗？你看我第一眼就看到我们张忠谋，对不对？很明显嘛，对不对？狼嘞！习近平，你到底有没有去啊？被你的胖手指挡住了。在这不好意思。差点这个照片，如果我们没有洗到这边的话，那是不是到这的话也看不到？怎么这么边边啊？那也安内啦。那中国网民能接受吗？不，我跟你讲，如果你把日本跟这个加拿大当成两边，他还是 C 位啊。哦，是不是？你照片你就截这一段就好了，是吗？实际上这一次啊，秘鲁在这一次的 APEC 当中，也跟这个习近平有会面嘛。那秘鲁的办公室也还特别的发文哦，要跟中国有密切的往来啊等等，这个就让我开始在想一件事，因为中国这几年一直在强调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啊，哦，那实际上已经有很多人中了，不是发财了哈，中了破产的破产了哈，然后没钱的没钱哈，以物易物的以物易物了，回到石器时代了，回到石器时代。可是秘鲁呢，看起来还是很希望哦，透过跟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合作，是不是能够给他们的经济带来另外一番的发展？当然谈了很多啦，贸易啦，这个采矿啦等等，重要还是这一次2024年要竣工的前海港哦。这个前海港目前看起来60%的股东是中原海运港口哦，整个运作看起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完工上也不会有问题，也不会受到什么阻扰。可是问题是我们之前在讲中国常常会有一些豆腐搭的工程，对不对？这个是从路边的监视器哦，他当时准确的抓到整个发生的一个过程。发生什么事情了？没有地震哦，坍方。突然之间哦，因为它下面是那个地下隧道工程，整个路面就坍下去了，然后这个民房的屋顶直接也就跟着啪一个就倒塌。你看地面的柏油裂成这样哦，请问一下，那这个工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那据说也没有做环评，完全没有做环评，那这整个状况是不是真的你的这个房价炒高了，可是你这个工程的水平是这样，那未来真的有机会变成是让前海港到这个我们所谓的上海变得这么顺畅吗？我们来钱应该不会有问题，可是隔了半年才第一架国际航班滑下来，那怎么办？然后你知道尼泊尔怎么讲？那本来是你带给我们啊，可不可以干脆赠送好了？他现在才知道问题嘛，那你知道在这次过程中还钱还不出来就一翻两瞪。对，然后你看，包括埃及是不是之前一直积极的支持这个一带一路？好，过去他都跟肯亚进口这个茶叶，他是肯亚第二大茶叶的这个购买国。可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整个下单的量已经掉了23%，原因很简单，没钱，他的外汇是不断的在下滑。那现在滞留在港口就跟肯亚近的埃及啊，那些茶叶怎么办？他说，那可不可以就是以物易物？那你要用什么来换？我有骆驼啊，或是金字塔，看要不要换过去那边？我不晓得嘛，这个很荒谬嘛，对不对？很荒谬。好，然后呢，你说像这个斯里肯亚的部分，他帮他们做了一段公路哈，大概175亿快速台币哈，快速公路是从这个首都要到机场。那现在也还不来啊，完全没办法经营。中国说，不然我帮你经营，你就发现很多的问题。我们在讲斯里兰卡现在的下场，斯里兰卡因为一带一路已经破产了，这个我们知道。他现在想要卖掉他自己的斯里兰卡的航空，他把他的飞机卖掉，但我都卖掉，以后你怎么走国际航班啊？这些不知道。印度借了，印度航空要借他，那就很麻烦了，整个越搞越问题。但是没有关系，他想到一条路，就是那跟他搞，就是他有很多猴子，就是200-300万只的猴子。他们保育也没什么特别在做保育，但是猴子非常非常多。他们发现中国有1000家动物园想要这些猴子，所以他们打算把这些猴子卖出去给中国10万只，但可不可行不知道，因为还有保育相关的一些法规。就是刚刚很像金丝猴，很漂亮很漂亮。主要是他们要拿去做疫苗跟药物实验对，因为之前不是很多这个实验就来自于动保团体一定抗议的，一定抗议嘛。所以我说能不能成不知道，